成员舒华最近放假回台湾，也在 IG 上po出许多出去游玩的影片，影片背景让台湾粉丝都感到超熟悉，直呼好希望能跟舒华巧遇。除了出去玩以外，舒华也把握在台湾的日子和好朋友们相聚，没想网上流出一段舒华教朋友们跳 I 的热门歌曲 Tomboy 的片段。好，这样子，往前甩。帅一点，认真，认真 ，OK， 然后这样点头，认真，好，点头，点头，点三次，真的，好，好，再见 ，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fucking tomboy， 那啊，眼神再两个，甩甩 ，OK，OK，OK， 好，这样我们 ，Seven, fucking tomboy， 对。态度，再大，爆炸，再摔三，哎，再拽，哎，再换。好想报名上舒华老师的课啊！